主料：鸡肉洋葱丸20颗，洋葱小半颗，土豆一个，番茄一个。辅料：番茄酱、蚝油、老抽、盐、糖、鸡精。土豆削皮切滚刀块，冲冲水，番茄切小块，洋葱切成末。准备好丸子，放油，热锅后放洋葱焯出香味，透明，加入番茄，翻炒，挤压出汁，加入番茄酱，加糖，加入土豆，加盐，加没过土豆的水，大火煮开水中火，十分钟后加入丸子，加老抽调色，蚝油调味，加黑胡椒粉，五分钟出锅，盖饭，开吃。烹饪技巧：土豆切块小一点，比较容易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